You're now watching Canadian Mandarin Economics Television.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一号演播室。9月12日，水墨丹青中国书画艺术家走进加拿大作品展以及艺术论坛在多伦多 Improve Canada 盛大举行，本地华社侨领以及书画艺术界代表等共百余人出席了本次活动。Honorable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oday's grand opening ceremony of Chinese art exhibition of ink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大家好，我是 Jacki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ie. 本次活动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国际交流中心主办，加拿大财经一号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水墨丹青节目组以及加拿大中国艺术联盟和加拿大五湖国际文化联合承办。中国代表团数位著名书画家亲临加拿大多伦多，他们带来了近20位中国当代书画艺术名家的百余幅作品，从传统书法到当代国画，从泼墨山水到工笔花鸟，一幅幅美轮美奂具有浓郁中国风的书画作品给加拿大带来了一场视觉艺术盛宴。首先，对中国书画艺术家代表团来到多伦多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加拿大财经一号电视台创始人金普明先生对远道而来的中国书画家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今年是中加旅游年，中加建交48周年，同时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5年。这次活动对于促进中加文化艺术交流意义重大。非常荣幸和水墨丹青一起合作，把中国传统文化引入到加拿大，让更多的加拿大的华人还有各族裔能够理解和在文化上做交流。那我们更希望能够把两边的声音以正确的方式传递给所有的人，让大家能够真正的理解文化的内涵。这次的活动也凸显出我们能够做到把中加两国的文化融为一体，让世界更了解中国。总共是20个的书画艺术家参加这次活动。因为种种原因，没有通过签证，但是呢，我们这些艺术家的作品，通过我们这几个人啊给带来了，而且他们的热情。中国书画艺术家代表团团长赵世全先生对大家光临展览现场表示感谢，并向大家介绍了此次中国代表团的各位书画艺术家。他说，中国教育电视台的水墨丹青节目意在宣传和推广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书画艺术，同时也希望能够借此展览之机，可以逐渐打造在加拿大以及北美地区水墨丹青书画品牌，并期待与更多的海外艺术家交流合作。我们这次活动呢，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响应一带一路指示精神，连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到加拿大来。另外呢，我们也是跟加拿大的一些艺术家呢做一些深切的一些交流，连加拿大的一些艺术家的作品拿到中国去展示，这样呢就是两国的这种增进我们两国的友谊跟艺术家的交流。这次活动呢，我们大约作品呢带过来有100幅左右，也是让一些艺术家来参观，看一看我们国内的一些艺术家他们的写作书画的一些风格。在这里呢，我也是预祝我们这次展览圆满成功。这个样的活动呢，以后我们会经常做，跟本土艺术家互相进行交流，深度合作。非常高兴在这里看到举办这样的活动。多伦多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林信勇先生出席开幕式，并代表本地华社致辞。他欢迎中国代表团到访多伦多，并希望借此良机进一步加强中加两地的文化艺术交流互动。我首先表示个人也代表我的华人团体联合总会，还有多伦多的
其他各族裔的民众对这个活动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文化没有国界，艺术凝聚力。我们作为海外华人华侨，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那从哪里开始传播呢？像这种意识的交流就是最好的一种传播。通过意识的交流，把两国人民的距离拉得更近，通过在一起交流欣赏这个艺术，把我们的心更靠近，增加中加人民的友谊，促进中加的友好交往。加拿大本地承办单位五湖国际文化的代表叶小堤先生，加拿大中国艺术联盟主席，异象天开画派创始人，加拿大财经一号电视台艺术总监石福先生现场致辞，欢迎代表团光临，并预祝展览圆满成功。水墨是中国绘画的精髓，丹青呢是表示一种复色，那么他们两者结合起来，创造了我们中国绘画不同于这个其他族裔或者是其他画种的一个独特的这样一个画种。那么中国文化的这个精髓呢，这个绘画呢可以说是占着很重要的一个比例。那么这次呢，水墨丹青栏目呢走进加拿大，把这个中国最精髓的东西呢带进加拿大社区，对，我想呢这个对我们整个社区，整个对这个东西方的文化交流都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在加拿大20几年来，这是一个比较高格调，因为它操作的是主办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水墨丹青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一个品牌节目，因此呢，他们所召集的这些艺术家都有很有代表性。我这次仅以自己一己之力来支持这个水墨丹青画展还不够，我呢实际上动员了我加拿大中国艺术联盟的全体的理事，以主要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主要的艺术家都来了。甚至于也动员了加拿大油画学会的整个学会，他们也派来了油画学会的会长亲自到这地方，还有世界传统文化艺术研究院的执行院长他自己也都来了，当然还有来自各方的一些著名的画家艺术家。从今天的开幕的出席人员，从社区的领袖到我们艺术界的各方的领导，以及艺术界的各方的大家，他们对这一次的评价跟这次展览的一个反馈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画展。我仅在此呢代表加拿大中国艺术联盟对此次的展览表示热烈祝贺。我借此机会要呼吁所有的中外的艺术家关注这个水墨丹青栏目，让我们有志于推动中国文化艺术的艺术家文化工作者一起来参与这个栏目，因为这个栏目是可以真正的把中国文化艺术推向世界的一个实际的可操作性的平台。回到去中国书画艺术家代表团的画家汪雪荣、范小萌、李卓正作为代表致辞，他们畅谈自己多年来从事艺术探索和创作的感受，介绍本次参展作品，希望能够与本地书画名家们多多合作交流。这次呢非常高兴跟其他中国的艺术家来到多伦多那么跟国际上的一个美术呢能够有机会进行一个交流。我这次呢来多伦多呢带来了五幅中国的传统水墨山水画。山水画在中国呢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呢也希望来到多伦多呢把中国的这种传统艺术呢能够带到加拿大。
同时呢也有机会呢把西方的一些艺术啊也借鉴到我们中国画的当中。我们这几年啊通过这个不断的跟国外的艺术交流啊，那么在我们的传统的水墨中国画里边已经融入了很多西方的元素啊，事实上就是说我们把怎么样的一个继承的传统，然后呢在继承传统的情况下呢这个把这个西方的艺术呢怎么样的融入到我们传统的国画里边啊，我们在国内也做了这方面的尝试。我叫汪雪荣，来自浙江衢州，衢州是碰干之乡，所以我的作品主要是展示菊香的文化，那主要是那个橘子花历来就没有人把它入画，我是把它入画的第一人。这幅就是那个橘子花，右边这幅是橘子，哎，所以我因为橘子花为什么我要展示它呢？我觉得它跟那个茉莉花，都一样的洁白芬芳，但是它比其他的花更伟大，因为它的绽放就寓意着秋天的丰收。我呢主要画工笔花鸟，我的构图呢比较饱满，然后虚虚实实，让人看了心就会静下来，让大家回归大自然。这次应邀有幸来到了美丽洁净的加拿大，看到加拿大的景色非常迷人。我带来的几幅作品呢，主要的寓意呢是吉祥喜庆。我主要是画的是啊，荔枝啊，就鼓励人呢一种积极向上，啊，还有一种大吉大利，都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的东西呢融合到里边了。通过呢这次呢学习一下西方的东西，也把西方的东西呢融入到中国画的画面上去。何璇老师的作品呢，它是代表中国敦煌壁画的作品。本身何小燕老师他的奶奶林氏呢就是张大千老师的学生，所以何小燕老师特别将敦煌佛菩萨系列的作品呢此次来参访。何小燕老师呢一直希望他的敦煌壁画的作品呢能代表中国的艺术走进加拿大，走进国际的这个舞台。那么希望呢通过这一次的交流，将中国的几千年的文化作品得到国际的广泛的认同和推广。 An Asian people, Chinese people arrived over 150 years ago to help develop Canada, and now we're a major large component to Canada.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In our communities here, especially around Toronto. 早在150年前就不断地有中国人民移民到加拿大，然后现在中国人已经在加拿大的种族里占据了很大的一个比例。多伦多本地多位书画艺术名家参加活动，加拿大著名画家七人画派传承人 Michael Jensen， 加拿大安省中国美术会名誉会长著名华裔画家马鹏，他们介绍了东西书画艺术的不同特点，并表达了与中国书画艺术家加强合作沟通，共同促进两国书画艺术发展的由衷之情。The variety is fantastic. The quality is very, very high. And it's exciting to see a Chinese artist here visiting for the first time in Canada and having this new adventure in the West. And our dialogue between East and West is ever increasing. And it's just simply an expansion of doing that, having it in an area where people can come and go and see things. You don't have to be in a special opening. It's available to people for a period of time to come and go. And it's a continuum of the collective, East-West collective and global collective. And their work is very interesting in entering. It's natural, it's beautiful, it's elegant, it's energetic.You don't have to know the culture, you don't have to know art to be stimulated by this work. So it's a very good communication by way of East-West and peoples in the world. 我感到很有感受，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画都很当代，而且又有深厚的笔墨传统。我认为是在中国和在到加拿大这个水平是很高的一次展览。我相信通过这次展览，通过这次交流，会在加拿大产生很深刻的影响的。我感到很高兴，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趁着机会我画了一张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大庆，画一张虚日图来表达我的心意，希望传达给我们中国人民，我们在海外华侨的艺术家跟我们中国的艺术家是心连心的。这个文化交流活动呢，我觉得办的是非常有档次的，他们的画作呢水准都是很高的，尽管他们有的画家没有钱来，但是那么多画送过来了啊，让我们这些喜爱艺术的喜欢书画的人看起来就是赏心悦目，而且呢给多伦多呢带来一个很强劲的一个文化冲击，特别是水墨画，因为呢西方大多是以油画为主的，而水墨画呢这个这么一个整批数量的冲进了加拿大，来到了多伦多，应该说呢这是一个文化交流的盛宴，非常符合呢今年中加两国文化交流年的主题。It's excellent event, I like it, so we're always welcome. We want to have more and more relation, and that's our goal, to bring all the communities. And we're working like a lot with Chinese community, it's not the first event we're doing. And I welcome much more, and I hope we'll make it bigger and stronger, and then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coming. So welcome, excellent, you guys good, I like it, so meanwhile, please come by anytime.To our center, we, for people who don't know, it's a home improvement mall. Lots of stores under one roof, it's no other places like that. We have all kind of like stores in there,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present different product. Please come by, always welcome, and let's do more events, guys. Like, that's great. Great beginning, like we're only working a bit more than a year. And we will make much, much more. Thank you. 黄山大家都知道。黄宾虹，黄宾虹，他是西安画派的，是吧？他看我的作品里面有他的影子，但是我的作品里面已经有了西方元素。开幕仪式后，举行了首届水墨丹青中加书画艺术论坛，中加两地的书画艺术家代表们纷纷登台发言，大家表示艺术无界。现代书画艺术的发展有东西融合、互为借鉴的趋势。本次活动为两国书画艺术家们密切双方合作、进一步探寻东西书画艺术的魅力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加拿大财经一号电视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台水墨丹青栏目为中国书画艺术名家代表颁发水墨丹青加拿大书画艺术展览证书。本地华人华侨、书画艺术界代表和中国代表团一行人合影留念，记录下这一中加两国文化艺术交流的美好时刻。加拿大财经一号多伦多报道。